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没有拍影片了。OK， 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去跨年了，去我和爸爸同朋友的家。而且这一个影片呢，是我第一次去跨年的一个影片。OK， 现在我们先去买东西吃先。哇哦哇哦哇哦！快餐喽！我没有车。哇，最近很多车，很多人回乡过年。好大个地方，好大泳池。好美哦，这希望以后可以搬来像这样美的屋子啊，真的好美。OK， 现在我们先去吃东西先，因为等一下我可能会有游泳。烟蛮多高啊，我们来这里先吃东西先。哇，吃饱了，真的很饱。现在我就吓死了，
第一次经验很冷。这下水中拍，我不知道会被中水啊。第一次在水上上面拍，我都不放心我自己的电话。现在下更加深的水啊，哇，冷。哇，很冷。刚刚我第一次下水也是蛮冷的下的。我不放心自己电会不会掉下去啊。我已经游完了，我刚刚游到九点半就已经停了。对，所以现在我要去洗个澡先。OK， 刚刚我们已经冲好凉了，现在我来一个集会。OK， 其实我们过年跨年的方式就这么简单而已，因为真的有没有放烟花我还不知道啊。今年呢就这么简单而已，我们的小小的一餐。放的烟花就是这么的小，很远，很远。今年我们过年的方式就是这么平静。OK， 拜拜。OK， 拜拜。OK， 拜拜。See you next time 啊。OK， 准备上车了。OK，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点个赞，也订阅我频道，也分享给家人看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